刀待客的点心，一起放的，很好吃的哈。当然你可以加别的，可以加白木耳，白木耳可以加进来，北红玉，莲子可以加进来，莲子可以加进来啊，白木耳、莲子可以加进来，就待客的点心非常好。还有呢，我们让他煮一下哈，趁这个时间我来讲一下。假设有人抽烟咳嗽，那不干啊哈。抽烟引起咳嗽都是干咳哦，那不干哈，那是已经支气管受伤了啊。那种抽烟咳嗽的干咳要吃什么？不是吃这个，要吃黑豆姜汤。黑豆。黑豆姜汤。黑豆姜汤。黑豆一杯150克。姜丢姜片，黑豆一杯150克，姜放2片到3片，2片到3片哈，加水加多少呢？加水要加到4碗水1000cc， 大火滚了以后，小火煮45分钟，45分。乌糖啊姜汤也在掺乌糖，黑糖可以加20克，你可以想象它是好喝的。它是好喝的，黑豆姜汤加点红糖，它是好喝的。红糖就是黑糖啊，意思一样。哦，黑糖，对的，黑糖就是红糖，红糖就是黑糖，这种感官，这种感官啊。然后呢，你给那些抽烟引起干咳的人喝这个黑豆姜汤，他会很舒服，夜间松快。有的人就治好了就干咳。哎，干咳要吃这个。抽烟，但是他有干咳。那就是气管的问题。那可以。你要吃黑豆姜汤。加上他有痛风，可以吃黑豆吗？不能。对啊，因为基本上是这样的哈、哦，假设他有尿酸或痛风，黑豆姜汤不能吃，吃止咳莲藕汤就可以了。哦 ，OK， 是那如果讲是讲话讲太多会咳，喝什么？应该是黑豆姜汤。黑豆姜汤，那个姜要加多少？姜2-3片就够了。3片。2片3片就够了。2-3片就够了。黑豆150克。黑豆150克。红糖150克。哎，我眼睛的，哎，这边我眼睛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勾芡进来哈。